替他做皇帝，完除汉室躯体里的那些毒瘤，还天下一太平。不行，如何火中取栗，让一个冒牌货登上王位？真正的革命不是做这样无谓的牺牲，你们所谓的大义，不就是用别人垫背的懦弱？ 人命如此，很多人为了结束这个乱世，缴械被玷污，玉碎如泥尘。也请陛下不要轻贱他们的心。